案件，很多案子的话，已经开始松绑，对很多这种非。司空见惯的事情，所以这个事情里边的话，没想到 George 信的这个警察是我们华人，所以这个部分的话，我也提出过抗议。
现在的司法制度造成了很多这种对将来的选择，是我们选民来做最后的决定。好的，谢谢大家收看今天的邓弘说新闻，我们明天再会。